来往红磡同中环嘅渡轮今日重开，全程大约18分钟，成人9蚊，长者小朋友有半价。市民话以后过海多一个选择。谭希林报道。红磡码头外面一早已经大排长龙，搭正7:30可以入闸，个个跑住去都想做重开头班船第一个乘客。而家咁样嘅天气，咁样行几步，行多几步去地铁好热噶嘛，你呢度行过嚟咪好方便咯。而家呢度有多个选择，又有船，又有车，又有地铁，更加好啦，系咪啊？样样都顺顺利利咯，即系你去个交通就方便好多。邓生一家大细嚟搭船，原来重开对佢有另一重意义。单船都取消咗9年啦，咁都想试下搭翻，好似都有啲回忆嘅都。即系识太太都系识喺搭船识。咦？你又知嘅？系啊，唔系搭船识嘅，以前系搭过船嘅。船上提供199个座位，头班船都有近100个乘客。渡轮大约7:48去到中环8号码头，航程大约18分钟。繁忙時間每20分鐘一班，非繁忙時段每30至50分鐘一班。每程船成人要俾9蚊，小朋友、長者同殘疾人士都有半價優惠。航線曾經由天星小輪營運，因為虧蝕2011年停辦。政府先後2次招標都流標，直到今年3月由富裕小輪投得，牌照為期5年。